现在马上准备去按摩。哇，按摩是最舒服、最放松的事情。今天准备做一个全身马杀鸡。我已经准备好了。小朋友，你是否也很多？这边好很多，掉了一个指甲，我准备自己去做一下，买个机器，自己弄，想做什么，每天换着来。那就期待你自己做指甲的 vlog。别别别，我动一下，啊、老师这个手法抡头挺舒服的，拍出来略有喜感。我们现在到了这个足疗的地方。这是啥梳子？嗯，哦，不知道梳子梳哪。这是我人生第一次足底按摩，我第一次做足疗，第一次做足疗，没有这个勇气做足疗。我总觉得足疗是一个蛮危险的。我按完了，说实话，这个足底按摩呢，没有我想象中那么舒服，但是可以感觉到那个按完之后啊，人感觉高了那么一点点，感觉应该是筋就是撑开了，然后呢。让大家呢也可以，我们好像一个养生讲解人。刘老师养生课堂开课了。是，平常大家没事还是多喝点热水，然后，多热敷肚子或者是腰，然后反正多热敷吧，有助于血液循环。哎，有助于血液，有助于血液。啊有助于血液循环。我现在准备想要去吃一个小夜宵，但是呢，因为也快一点钟了，所以也差不多该回去睡觉了吧。拜拜，我带着我的豆贴，回去睡觉了。拜。